老师小心啊，上午的时候刚发一个视频说夹剑啊，看我后边那个花开花了，而且夹剑了，因为这个季节的温度真的特别高啊。把镜头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，这就是夹剑了啊，但是就还好，正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把花其实移动到比较凉快的地方啊，就是让它那个凉一凉，然后花剑往上走一走啊，这颗稍微有一点点夹剑，但是其实这种情况没事啊，因为花骨朵已经上来的啊，已经上来了就还好。这有一颗上剑的，看这颗也上剑了啊，但是你看这颗现在就是夹剑的情况啊。这个就是有点夹剑的情况了，现在这个花苞现在还没有拱出来，然后再观察几天再看一下。然后这一颗就没事了啊，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温度比较高，剑杆子走不上来的话就也没事啊，起码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就啥问题都没有了，就静静的等待它开放了啊，虽然没有穿起来，但是花叶不会腐烂，然后那个漏到里边啊，看这颗就剑杆子就还可以。